OK， 刚刚打包完桶给的咖啡，打包完桶给的咖啡过后，我们就要去看屋子了。Let's go。Okay, 在左手边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园，这公园有64个 acre， 然后听很多人讲在周末啊还是傍晚的时候来这边散步跑步是很不错的选择，它离这个 project site 也是蛮靠近的。 OK， 然后在右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highway， 这个 highway 就是 Sungai Besi Express Highway， 它连接了 Sungai Besi 跟安邦这个地区。 OK， 非常的方便。然后前面这个左手边的就是民政大厦。在 PGIM 里面也有提供一些场所给人家进行音乐会或者是演讲会。 OK， 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办公室呢，有 LHDN， OK， 伦巴嘎哈秀也是在这个 LHDN 里面。 OK， 在前方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Petronas 油站，然后前面就是这个 project 的 site 了。这边有很多这些老店老的建筑，然后它这边也有很多卖吃的，包括这个香港明星杜汶泽很喜欢的这个茶烧也是在这排店的后面。OK， 在右手边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这个在 KL 最 hot 最多人要询问的是 Under Marseille 的 Ambertica Project， 然后他还有跟 Maybank 合作，是有这个 House Key Program 的。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 Block A还有 Block B 的这个建筑的进度。 OK， 最右手边高的那个是 Block A， 然后隔壁那个是 Block B， 所以我们再 U turn 回去看看这个项目它前面是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原本的地方是一个 badminton court 来的，所以后来这个发展商就买下这个地段，然后要发展这个项目。OK， 到了这个 T Junction， 然后你们直走的话还是一样是 Jalan Cheras， 如果你是往右手边走的话就是叫甘雨村，是 Taman Ikan Emas。 那么这个 Taman Ikan Emas 呢是 SP Sedia 在2018年的时候就打算跟政府合作 DBKO 会买下来，然后做这个发展，然后总共是50多个 acre 的地，然后一些那边里面的 flat， 然后或者是 cluster house 都会被他们翻新，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8年到10年，整个地区会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OK， 如果你们之前对 House Key 不了解的话，这边跟你们讲解多一次。如果你是通过 House Key 来买这个物质，你的每个月的 installment 是便宜过你正常的 loan housing loan 的30%到40% 啊。所以如果你的那个物质 SMP 是650千，通过 House Key 的话，每个月只是还1516块罢了。然后如果你的normal 的 loan 借 90% 的话是大概还2000契左右，所以你可以省下48%的 monthly installment。 然后在建筑期间你也是不需要给任何的利息的，直到拿锁匙你才开始供，然后拿了锁匙5年过后你可以把这个屋子 either 你可以买回来或者是把它卖出去，这个就是 house key 的好处啊。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roject site。 OK， 左手边你看到的就是我们 HR 的这个 project site。 OK， 在这边的那个建筑已经起到蛮高的。 OK， Block A 预计会在2022年年尾拿锁匙，然后你前面可以看到这个曾志伟，看到吗？曾志伟，对，曾志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代言人啊。然后在这边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Jalan Cheras， Jalan Cheras 的右手边你可以看到 PGIM。OK，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往前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Sunway Velocity。Before Sunway Velocity 之前，我们有一个 Jasco 的 HQ。好，然后这个 Jasco 的 HQ 也是翻新过了，不懂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如果一个地方它有这个 Jasco 的话，它是属于比较旺的，不管你是在 KL 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子的。这个 Jalan Cheras 最热门最繁华的一个路段，在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是 Aeon Jasco， Aeon Jasco 全马的总行就是在这边。
然后再往前走，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三位 Velocity。对了，这个三位 Velocity， 三位集团发展的这个项目，三位 Velocity 现在卖这一方尺大概是一千块左右啊，一千块左右。以前是一个 food court， 以前是一些排场。OK， 所以这个就是三位 Velocity， 所以非常离我们的右手边可以看到这个。TRX 的这个项目非常近，只是五个 kilometer 罢了，五个 kilometer。Glass facade that represents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Art Deco design. 所以在这个三维螺丝钉卖这一千块一方尺的时候，我们的 Massing Project 只是卖这600多块一方尺罢了，卖这600多块一方尺，所以是非常的值得跟非常的划算的，便宜过market price 啊。然后它的交通也很方便，如果你是坐 MRT 的话，这边有一个 MRT 站，马鲁利 MRT 站，然后两个站就可以到 TRX 的这个项目。 TRX 当它完成的时候会提供50000个就业机会。 This is the future of Kuala Lumpur。TRX will be the new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r CBD, for the city in a few years. 从这个 LRT， 从这个 MRT 马路里站走出来，这边就是 Yasco， 然后右手边也是有一个站的，它有两个出口，两个出口啊。对，这个是从 KL 来 Cheras 的方向。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高空的图片，在左手边就是我们的 Aeon Yasco， 然后就是这个非常繁忙的路段，然后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Project Site， 在这个上面的 Highway 就是 Sungai Besi Express， 然后在右手边就是我们的 Project Site 了。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欢迎点击上面的 link， 然后联系我，我会给你更多的这个资讯和 information。好，谢谢你的观看。